给你摸一下啦，去我摸一下啦。哎、欸，你好乖哦。比较熟就不会了。哎、欸，你好乖哦。哦哦。女生吧，女生，他就会去找你了。你看，来，你摸他，他就去找你了。给你。我们谢谢阿姨。阿姨，哦，你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喜欢摸、哦。它的毛也很好摸哈、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是怕狗，自己养狗之后就不会怕了，什么狗都好。而且它又特别温驯。对啊，它真的是好温驯哦。那这样出门就不用牵它，你是怕它跑掉？没有，我一定要牵，它安全起见。嗯、对，可是它不会离开我的视线。对啊，它就黏得很紧啊。Kenny， 谁在叫你 ？Kenny， Kenny， 它有发出声音的，它刚是有发出声音。没有。啊，要给你摸喽。跟你，陌生地方会的，会给你摸。对啊，我也有狗味，不要这样子啦。我跟你也是一起的啦。好啦，我们到楼下啦。拜托。嗯。可以坐下，坐下。Sit， 来坐下。你要去等？没事啦，哥哥要出去呀。要去等？哦，坐下。你家己落来，搞到要死了，死了。我来，你先在咧看底，第二看。你头一点压到不要紧，啊！你着避开下啊。